这个是我的，妹妹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买鸡爪吗？为啥呀？这个鸡爪没味，我看着大声喧嘞，怎么来蹭饭？对啊对啊，姐还是你聪明。来，妹妹，咱们先庆祝一下，干杯！干杯，吃鸡爪了，还要吗？给你啊。啊，你们都舔了，我们还能吃吗？那你们不吃，我们就拿走了，走吧。这啥？真好吃。气死我了，好恶心啊他们。姐，你说这怎么办？他俩老吃我们俩的。妹妹，你去屋里把那杯水端出来。好，你等着。姐来了，这可是3个月的洗脚水了。哎呦我去，哎呀真臭。不过我们可以拿这个水给他做个泡椒鸡爪，我看他还敢不敢来蹭饭。好，走。吃鸡爪呢？吃吃，专门给你们俩留的，给我们留的。有心了，有心了，来来。这鸡爪怎么感觉咸咸的？还有股臭味。哎呦，这样泡脚鸡爪，咱们3个月的洗脚水，你能不咸吗？啊！对对。走走走走。点击下方抖音视频关注一下呗。珍珠奶茶1文2块了，瞧一瞧，看一看了啊。哦，老板，来碗珍珠奶茶。加椰果不？几分糖？不加椰果，5分糖。来。嗯。老板，多少钱？1文2块。对了，帅哥，我们店里啊搞活动，你扫一扫这个，说不定还会有再来一碗呢。这么好，我试试。老板，我真的中了，再来一碗。大哥，你真幸运，稍等啊。给。这么大的碗，这两姐妹怕是个傻子吧？老板，我喝完了，我再来扫一下啊。哦，又再来一碗。大哥，你呢？我先看看有没有再来一碗啊。大哥，您运气太好了吧？这么多我不喝了。不喝还想跑？我这奶茶上一斤罚100，这些总共1000，给钱。点击下方抖音视频关注一下呗。王恶霸，如果大圣作为一个明事理的人，不能以恶还恶，对吧？这也太过分了。行，哎，有了。大功告成，那黑暗料理，今天你好好吃吧。哎呀。点击下方抖音视频关注一下呗。三
你大姨。嗯。皇上，我们是在打麻将，不是在打气。你看着我干嘛？赶紧输牌啊！我打不出来，我真的打不出来。大圣的意思是让你摸一张再打出来。滚！我摸了，我还是打不出来。算了，我不玩了。你们这规矩越来越多了。哎呦我去！你们不用骗我了，我晓得我的意思。那你说人死了之后会感觉到痛吗？不会。点击下方抖音视频关注一下呗。老板，有啤酒没？有，喝多少有多少，管够。先给我来三瓶。好嘞。哎，大哥，醒醒，醒醒！不行，得想个办法把这个醉鬼叫醒，要不然太影响我做生意了。叫醒醉鬼，全场免单；叫不醒，罚款100了。老板，是不是把这个醉鬼叫醒就能全场免单？哦，对，你要试试吗？那必须的。妈妈，求求，嘿！我劝你啊，以后都不要再唱歌了，你唱歌容易招人打。我还有个办法。算了，我放弃了。100块，这人也太能睡了吧！这醉鬼还能帮我挣钱，也不错。那我还摆什么摊呀？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！叫醒醉鬼，全场免单了啊！点击下方抖音视频关注一下呗。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了。大圣，你来考考我。捏成这样选什么？选 B。捏成这样选什么？C。不对，应该选 A。这不行啊，这离考试还有几天时间，咱们把这个史莱姆摩斯密码充分应用到生活中。哦。大圣，下课玩贪吃蛇怎么样？没问题。你们干嘛去？吃饭去啊！走，咱们一起。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，成败在此一举。走吧，走。考试的时候禁止交头接啊！你们还在捏火箭面，捏就捏，但是不许发出声音。哎呀！下题选什么？第五题选哪个？选 A。 时间到，收据。哎呦我去，看来这次考试啊，让大家捏火箭面确实没错，这次大家都考得很好，90分以上。只不过你们为什么做题都一样？点击下方抖音视频关注一下呗。你们三个做这个实习护士已经很长时间了，今天我们来考试，晋升一位表现最好的。哼，肯定是我，这大圣毕竟是我哥。我平时那么努力，这次考试我绝对没有问题。这次主任要再不让我过，我就揍他。我们这次考试不扎针。啊？那考什么？蒙眼玩贪吃蛇。蒙眼玩贪吃蛇？菜菜，你先来。彩，你这技术不行啊，让我来。
小丑，你来。看我的。我心里面最优秀的护士已经出现了，你们觉得是谁呢？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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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选我！点击下方抖音视频，关注一下呗。